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姐姐的活动，因为疫情开始以后，这是第一次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旅游行业朋友们见面，也对中国游客推荐波兰旅游的景点。波兰就在欧洲的中心，我们又有很多漂亮自然的风景，也有很丰富的仪式和文化。我们是肖邦的故乡，也是朱莉安和哥白尼的国家，所以要是你们对文化感兴趣，就波兰很适合带你们的家人一起来玩一玩。